我了啦。啊，你问我为什么这样子讲话啊？哎呀，人家最近一直在台湾和卓卓拍戏的啦。啊，不是了啦，就是赵文卓啊。东北话几乎都忘掉了耶。阿泰，阿静到哪里了啦？什么？啊，你不过来了啦？那一会儿演劫匪的那两个演员过来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好的呀，我先陪他们试一下戏哦，没有问题啊。哎，好，啊，然后觉得不错的话，直接带到您那里去哦。哎呀，好的，没有问题啊，包在我身上了，韩导。哎，好的，拜拜。干啥呀？这是啊？导演也了不起啊，导演有什么装的？说不来就不来，还让我跟他们搁这试戏。太不拿我当腕儿了吧？在哪儿？啊，对，八一公园的长椅上，长椅。哎呀妈呀，搁哪儿的长椅呀？找着吧。哎呀，太气人了！站住！站！站！站！过来！拿！不给！拿来！我打你了！吃吃吃，一天就觉得吃，跟你说八百遍了，这盒饺子是你刘大俩过年吃的，你现在吃没了，过年咱吃啥？大哥，那我现在我饿的实在是扛不了了，饿饿饿，听那张饿。刚才路不路过烤鸭店？路过了。闻没闻着味儿？闻着了。闻着味儿，垫不垫不就得了呗。闻味儿，闻味儿，闻味儿，成天让我闻味儿。干这么长时间，一个活都没干着，连我的温饱你都解决不了，我不干了。你不干你走，有能力你走，再也别回来，滚！好，我走。三儿，三儿，还记得那夜我们在月光下许下的诺言吗？记得，我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我们是什么关系？生死兄弟。我们立志想成为什么？一代名匪。那么我们的口号呢？勤学苦练，身轻如燕。你老惦记着吃饺子，怎么能够身轻如燕？大哥，那你咋吃饺子呢？你以为我愿意吃吗？我这是没办法呀，把自己吃成这样，不就是为了给咱俩撑撑场子、壮壮门面吗？要不谁能怕咱哥俩呀？想问题不要那么片面，好不好？大哥，我错了。大哥，难为你了。没想到你这么不容易，兄弟，别着急，面包会有的。哎，别着急，那不有个长椅吗？应该是那儿吧。哎，大哥，面包来了。过来啊，兄弟，这是干咱俩干绑匪以来，这是咱俩第一单活啊，只与成功，不与失败。大哥，他咋不害怕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好了啦，开始吧。别动！哇，还不要吓我，人家好怕怕啊！你是要抢我的包包吗？啊！拿去了，拿去了，不要伤害我就好。哎，大哥，这么顺利吗？应该是个陷阱。还你吧！我站住了！啊，你们在搞什么？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我是被抢的耶！
我又没有感觉到哇那种恐惧感和害怕呀。大哥，他在搞什么？我也蒙圈了耶。啊，你们真的是超搞笑啊！难道你们是第一次？啊，以前完全没有学过。没有啊。难怪你们会搞错了啦，没有关系啊，过来。过来啦，不要紧张啊，坐在这里啊，来，我跟你讲一下啊。作为一个劫匪呢，首先你的表情要凶一点哦，表情，啊，再来一点，啊，再来一点，啊，哦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呢，你要主动过来抢我的包包，啊，我是不会主动把包包给你的，记住，过来抢，对啊，抢过去，哇，抢回来。抢过去，抢回来，记住啊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最后呢，包包到你的手上 ，OK？ 没事了吧？对啊。那我走了。我站住了啦。你还要想干啥？大姐，你来电话了。接一下电话。喂，韩导。四五千块钱电话怎么给他的呢？我忘了，那一会儿再抢过来呗。我打死你！好的，什么？啊，演劫匪的那两个演员已经去你那里了啦？哇，怎么可能？喂喂，我，哎呀妈呀，那他俩是谁呀？快点！啊，妈呀，他俩是真劫匪呀！我怎么办？喂，啊，韩导啊，啊，你再讲一遍啊，没有听清啊？什么？啊，我们要排一部大戏啊，啊，需要两个演员。一天一个人要给2000块啊！哎，大哥，排戏一天给2000，那比干这玩意儿强啊！我听着了，我不想。演得不错的话，啊，还可以再加钱啊！大哥还能加钱呢。那你需要什么样类型的演员啊？啊，一高一矮，还有一胖一瘦啊，外表英俊潇洒一点啊！啊，好的好的，哎，拜拜。哪里去找啊？啊，真的是不好找哎。大姐，嗯，难道我们不符合标准吗？啊，我真的没有看清啊！原来你们两个特别特别的符合标准哎，真的是不错啊，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哎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哦。大姐，你看我们俩行吗？啊，非常不错 ，OK。就他扯点后腿，大哥，我想快点看看。不过我觉得吧，刚才你们两个表现的不是很好啊。啊，今天我们排了一部大戏啊，是一段兄弟之间的爱恨情仇、感情纠葛的一段大戏哦。给你们两个设定的人物呢是这样子啊，那要不然我先给你们两个试试戏哦。好，好，好，行。那你先过来。叫你，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哦？我叫安三。哇，小三嫂，真的是好好听的名字啊！我跟你讲一下啊，他呢就是你的杀父仇人哦，你应该怎么办啊？你不要看着我，是他是你的仇人哎，打他呀！对啊，打他，动手！恨你！你这是在打情骂俏了。我是说他是你的杀父仇人啊，你要想一想啊，你堂堂三尺高的男子汉，你要想一想杀父仇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，想一下。他没杀我爸呀。这是在演戏啊，假设一下，你要懂得借鉴啊，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他有什么让你特别生气啊？他不让我吃饺子。对呀，啊，一天不让你吃饺子，五天还是不让你吃饺子，你怎么办啊？是不是特别的生气，特别的愤怒啊？此时此刻，你的内心就像奔驰的银马一样，你的内心就应该像燃烧的小宇宙一样，燃烧起来吧，小宇宙！小宇宙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不让我吃饺子，你成天让我蒙妹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对，打死你！停，继续啊！打死你！哎呀，大姐，我这样行不？我真的没有想到啊，你演得特别棒哦。行啊，我值2000吗？太值了，特别 OK 啊。大姐，这回到我的了吧？你给他倒。对呀，啊。
来到你的了啦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凤凤吧。啊，凤啊，真的是超棒啊，特别特别好。那我跟你讲一下，他这样打你有什么感觉啊？疼。对啊，你是不是特别的生气，特别的愤怒啊？愤怒啊！愤怒的同时，你又知道，哎，他是和你有着夺妻之恨的那个人，你应该怎么办啊？你要想一下，堂堂五尺高的男子汉，哎，面对着夺妻之恨的这个仇人，你的内心是不是像奔驰的野马一样？别说了，下面三我都记住了，燃烧吧，小宇宙！哎呀，哎呀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踢死你！踢死你！大哥，饶了我！踢死你！好了，踢死你！需要不要停了！踢死你！大哥，求求你别打了，大爷，我演的怎么样啊？演的我都没有想到啊，你演的比他演的好好啊，特别真实，特别的走心啊。我感觉这边演的人不太好，我想再来一遍。大哥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您说够用了。太疼了。那接下来还怎么演？接下来啊？啊。接下来呢是感情戏哦。你们两个经过了几番周折以后，突然发现，原来你们两个之间完全是一场误会。误会啊？对啊。夺妻之恨和杀父仇人另有其人啊！有一个人是故意陷害你们两个，故意设了一个圈套，让你们俩自相残杀，他好渔翁得利。啊，那咋整？这也太坏了！不啊，接下来是感情戏啊！你们两个知道是误会以后怎么办啊？就要抱头痛哭啊，悔恨不已，抱，投入一下感情。对，大哥，三儿，对，我错怪你了，我也错怪你了，三儿。就这样，大哥，我并没怀疑你、啊。还记得那夜我们在月光下许下的诺言吗？记得，我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三儿，大哥，站住！拿我们哥俩当傻子是不是？玩我们哥俩呢是不是？我算看明白的了，我就想问你。陷害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是谁？哇！原来你是说那个坏蛋到底是谁啊？对呀、啊。他到底是谁呢？我问你呢。他是谁呢？是这样啊，你们两个要特别想知道这个坏蛋是谁呢，接下来你们两个就要将计就计啊，来上一个欲擒故纵。引蛇出洞啊！什么洞？什么洞？不明白。就是说，你们两个要把自己绑起来，才能把那个坏蛋引出来哦。大哥，是不是拿咱俩当诱饵啊？对对对，咱俩上一块去，绑上，走，引蛇出洞。这树，大姐，你帮下忙行吗？好啊！快！好的。太坏了。好的。早知道弄死你。别动！哎呀！紧点的。哎，疼！哎呀，等会儿，大姐，我收拾肚子，你勒紧点。好了了，啊，你动一下，你确定你跑不掉了啦？紧紧的，动弹不得。那太好了，那你等一下啊，我打个电话。过来吧，看住你了，我都闻着你味儿了，别藏了。喂，警察吗？对对对，马上过来，我抓住两个绑匪啊！出来啊！对，八一公园。哎呀妈，你快来吧啊！哎，好的好的。味儿越来越浓了。哇塞，真的是不好意思了啦！你们哥俩要在这先等一下哦，警察马上就会来的，不要着急啊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姐，你别走啊你啊！哎，咋还有警察呢？大哥，那个，咱们演完这段戏就有大钱了，有没有大钱都无所谓，我就要知道陷害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。过来。